大家中午好，今天的减脂午餐是虾仁鸡蛋炒的藜麦饭，绿豆芽跟韭菜炒的。这个藜麦吃起来就像吃鱼子一样 QQ 的，很好吃。我今天的体重是169.6吧，哎呀，这得是170杠是吧？嘿嘿嘿，杠几天？哎，我买了一个21天全餐，就是21天不用做饭。他说21天能掉个10来斤吧，21天不用做饭挺好啊，是吧？吃现成的。看21天能掉多少斤？你们觉得我这个午餐吃的多吗？其实并不多，我那个主食也就个1拳吧，1拳左右，那么一小碗饭，可能那个盘子为什么显大？我经常看有人说我留言说我吃的多，那我这么大个块呢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发现很多姐妹跟我一样，哎，减肥减的都减的很神奇，都减了。捡的都不是走火入魔这么简单，就跟捡傻了似的，跟我一样，真的，要么死不吃，要么吃个死，哎，就是这个样，捡糊涂了。其实我现在每天吃饭之前，我都劝自己好好吃饭，啊，好好吃饭。我以前都劝自己干什么呢？就到了饭点劝自己少吃点，啊，包括我家里人，我姐姐他们都说少吃点，别吃了。你怎么还在吃？就这些话你知道吗？就让人听了上火的话。我现在都劝自己啊，好好吃饭，这样你自己容易接受啊，而且心情不会焦虑。你说你吃吃饭，人给你来一句少吃点，你生不生气，上不上火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就劝自己好好吃饭。不然你就是过度的去压抑自己的食欲，那必然还是暴食。你看我这一年都干了啥，不都暴食了吗？来来回回的折腾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慢慢的来吧，慢慢来。